来把抱头儿子。拆弹专家，黑墨丁格。欢迎来到英雄联盟。商值无限循环的数列，死的时候到底是不是呢？是谁打的？大敌军还有三十秒到，碾碎他们！我不能学技能啊！丢！我这炮台这虚缺，我操！来是。只要将熔液 A 加入熔液 B， 就会。哦，凯斯又出事故了。我们来一趟，啥也拿不了。啊哈，四十二，我知道了。但是这个答案的问题是什么呢？剑圣，你好，剑圣配剑君。没解决一个问题的时候，就会出现另一个问题。是的，赶快，我回头还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。真是个贵人，顺序上升，无限循环的数列，导弹。回家了，回家吗？不回家，还有一波呢。科学的甜美气息，这回可以回家了。我就喜欢解难道。我不允许想回家，还来了个剑圣，本白人呢。经过我的计算，An ally has been slain。变量不足，变量远远不足。双杀了，可以。他比设计图还小，让我查一下。来一个三花巨顶。来帮我来了，可以。真让人费解。平呗。
面巾怎么这么难译呢？译不到他，我操！我一个亿给他炸住了。脑力在蛮力之上。An enemy has been slain。科学的甜美气息。它比设计图还小。我和你意见相同。没蓝了，不过没关系。我就平 A 你。真的很烦这个英雄，操！我剑姬这英雄确实就应该给他，要么给他血了，要么给他杀了，真恶心！最恶心的英雄，英雄联盟最恶心英雄。怎么导弹，哎，我的钉就差一秒。你觉得是露露不是露露间接人，就这个挡技能的这个技能啊，太恶心。绝不做事，大头做什么事情？又朝着更伟大的认知前进了一步。An ally has been slain。而且技能，科学的甜美打人贼疼，全是真实伤害。你说你他妈整个英雄全真实伤害？我不是说打不过，我只是感慨一下。我吐槽不行吗？我不可以吐槽吗？我没有打不过啊，打不过是不可能。导弹，地雷。它比设计图还小，令人着迷，不是吗？不能放塔前，我这炮台放塔前全让塔给清了。
终于杀一波，太不容易了。科学的甜美气息，顺序熵值无限循环的数列，到底是不是？这剑姬除了没有空吧，整个就是一个完美的东西，完美的。突进减速伤害挡技能回血呀，要啥有？他比设计图还棒。救救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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人有点多，锤石才是最完美的。锤石哪有伤害？锤石哪里完美了？那位移吸力又快，还有加速。想穿墙就穿墙，不想穿墙就打人，打人还捡吸地。四十二，我知道了。辅助都来了，这是我们家打野呀，这不是辅助。剑姬太脆了，他能挡技能还脆呀。完美。没解决一个问题的时候，就会出现另一个问题。你瞅瞅，控吧还控不住。嘟嘟嘟嘟嘟 ，Go！啾啾。这咋这么多人呢？就是你把人引到这边来的？不行，我得整个鞋。防御塔镀层即将脱落。我就喜欢解难题。这中路塔没了咋整啊？怎么还挂机一个呢？让我导弹给杀了，给个地雷，这边一个地雷晕俩导弹，变胜了。那日女儿怎么技能都不放呢？过来把我们家亚索晕了，晕完以后一个技能不放，这不纯是对面的人吗？我操，害人精呗。比设计图还强，下路确实应该过。你打他呀，放个技能不行吗哥？看来这把只有美甲窃魂卷可以拯救他们了，兄弟。嗯，让我来修复。我打死他，炮台。
算了，还是别美甲铁魂卷了。咋办呢？退不回去了。退不回去了。我和你意见相同。好的。是我的人头啊，泰坦还比较果断啊。我操，他比设计图还小。虚弱闪现大炮台，炮台能胖死150还行。我可以做得更好。设计阶段再来一次吧。哎呀呀呀，头啊，就牙子一个人，再把自己给够呛了。我的美甲铁魂卷我想给它卖了，咋办呢？我放弃了生存的希望。看电视怎么了？哎呀，我操他妈的，真的，哎，真膈应。虽然说吧。